想办法去一楼，现在，但是他被堵住了。我的关键线索现在在楼底下。嘿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收看小飞象的游戏实况。那么，在小伙伴的建议下，我们来玩这个最新版地图的小猪佩奇啊，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记忆的故事啊，所有人都变成了这个小猪佩奇，而且这个第一个地图的家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到处都是窟窿。那么我们的冒险就从这里开始，这边需要两把榔头，而且这个还没看到了小猪奶奶。喂，这里有个红外线，这里需要把红色的钥匙，这里有把橙色的钥匙，我们先把它拿上。游戏好像刚刚开始。这边需要扳手，这边呢，我得先找好逃生的出口啊。这有只猪卡在这儿了，一把橘黄色的钥匙是开哪里的门呢？这里还有把紫色的钥匙，紫色钥匙我们先不管啊，应该是用什么机关的，所以说先不着急。那么我们现在问题的关键，红色钥匙和绿色钥匙说明已经有人用过了那小猪佩奇难道在楼上吗？我们跳起来是没有用的，他可能在楼上啊。这个猪奶奶，在这里，这是把红钥匙，开了吗？没有开。他来了，完了，这是人还是电脑？我现在不太确定。我们先去测试他一下，我先去拿一把红色钥匙，把门给关上。他好像过来了，先拿一把红色的钥匙，然后我们走去开好，去开这个红色的门。他应该不会过来吧？好，绕过去开那个红色的门。什么声音啊？很恐怖哎！开了，然后里面有把扳手，吓我一跳！我现在看出这个小猪有下意识的反应了。扳手开了之后，这里有一把黄色钥匙，还有一把恐龙。我先捡着恐龙吧，黄色钥匙交给你们，我先捡恐龙。我觉得恐龙是比较关键的，所以我决定去。黄色钥匙开这里就可以了。有人拿着黄色钥匙吗？开这里面。对，我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一个车牌号。那我们去楼上看看啊，小猪佩奇在哪里？恐龙的话，地下室有用吗？他把榔头拆掉了，漂亮。那这个地下室有什么？紫色的钥匙。我看到了橙色的钥匙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拿那把橙色钥匙。小猪居然放夹子了，不是吧？这时候如果被他抓到，不就完的了吗？拿一把钥匙啊。他居然把那个门给堵住了，小心点。我们先下楼。门开了吗？难道？把这个钥匙拿下来。这里有块木板。榔头呢？这是死路吗？就在后面，完了。应该在楼上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木板应该是楼上用的，不对呀。这里没有地方能用到木板呀。到处都是夹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能不能从这里过来？可以。那木板是哪用的呢？被夹住了，完了。这时候如果他来的话，我们不就完了吗？还好他没有上来。木板呢？这里能用木板。这里能用木板。过来了，我们。恐龙放在这儿，机器人放在这儿。那我们先拿一个子弹，然后去拿恐龙去。恐龙刚被我放在一楼，但是千万别掉下去。这个地方也放上了夹子，我先把夹子踩了，怎么样？我们先把所有的夹子全部踩。你别搬了。他在对面放夹子，我看到了。完了，很危险这里。很危险。他可能已经看到了我。完了，我就知道他看到了我。抓不住我。想办法去一楼现在，但是他被堵住了。我的关键线索现在在楼底下。但是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夹子给踩掉，抓紧时间踩掉这个夹子，漂亮。抓紧时间去一楼。他开了一枪，把它暂停了。好的，我现在去拿恐龙啊。
如果没人动过的话，恐龙还在这里，漂亮。拿到恐龙送到二楼去，不知道是，哎呦，不知道猪奶奶在哪。大家伙行动起来啊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机器人呢？哎，机器人放过来了，那这边应该有什么线索出来吧？哦，这个哦，逃出去的钥匙，我找到了，成功了，我们这么简单吗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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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你这就过分了，大哥你这就过分了。哎，我有钥匙，开门。我逃出去了，哈哈。感谢各位小伙伴给我的推荐啊，已经有大概三四个小伙伴留言跟我说有这个最新的小猪佩奇了，是关于小猪佩奇的记忆的是吧？这个老奶奶怎么还变了样子呢？Wait, come back. 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单膝下跪，然后送老奶奶离开。发生了什么？很恐怖。然后我们眼睛就变红了。然后我们就变成坏人了吗？哎，是我做了个梦啊，原来。我没有起来嘞。最后我好像是在一个仓库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完全是关于我的一个梦境。那么所有的小猪佩奇的章节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玩过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观看。如果有没有什么更新过的游戏或者想看的游戏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，让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